妙，很有很久的历史，而且在刚才的表演中间也彰显出来，我们未来台北市不仅是在儒学发展上，甚至观光上，以及我们传统文化上，我们希望展现的特色，就是我们把传统跟现代要融合，我们用现代的硬体软体设施来发扬儒学的思想，甚至用现代的软体设施我们来推展观光。孔庙，我们的庙学宫计划在过去几年参访的人数逐年增加，到去年的时候达到40万人，我就任的时候大概才20万人不到，所以当然有非常多外地来的观光的好朋友到这里来，而且我们在这里有非常多相关的仪式典礼活动在这里举办啊。可是更重要的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融入在地，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里长还有我们林庭章议员到这里来，我除了要感谢他们对整个计划的支持以外，尤其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，我们让周边的环境社区不止改善而且活化，一起共同体验我们在市地特效，我们这个剧院里面的环场的一个整个感受，请大家宁静的慢慢的来体验我们这个市地剧院带来特效的